啦，收啦。还有 Ryan， Ryan， 哦耶！哎呦哎呦哎呦！哎，哦妈呀！我要当台湾 Lia King， 我要跟 BTS 一样知名，九天姐弟一起走向国际。睡啦！走向国际。不好意思，你确定是要当 BTS 不是 Twice 吗？没有，刚刚那个动作比较像周明轩。厉害！我是美人周明轩。你们两个关系是姐。我们不是假的姐弟，对，像情同姐弟，他们也是我的学生。哦，然后 Kiki 就是从十岁开始跳，他之前也拍过周杰伦。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脱离你的？没办法，怎么什么都是你的学生，周子瑜也是你的学生。嘿，哇，那以前在教课，他是有拍过周杰伦 MV。好，那老师来推荐一下他们的舞蹈厉害。他们舞蹈超厉害，因为像 Ryan 他已经有一个团体出道了，是一个韩国的。就是公司来经营的团体，真的假的 ？Kiki 他其实原本也是被 JYP 要选去当练习生，但他觉得他想要在台湾好好发展，所以他就留下来。对，但所以他们两个都已经常常代表台湾去参加很多比赛。OK， 到底能不能红过 BTS？ 我们就看看他们精彩的表演。选你爱你哟 ，Go！ 有有有有。现在有63万粉丝追踪，他在抖音超红，真的，慢慢累积，对不对？有一天你长大的时候，哎，搞不好变成一个女团呐，对，那你们要记得我们哦，是啊是啊，会的会的，到时候拉我们一把，好不好？那怎么办？成功了不把气球戳破吗？啊，应该是吧，我们刚刚两位老师应该成功了，有吗？成功，圆梦，圆梦了，圆梦了，圆梦了，好，恭喜两位，好，继续表演，谢谢，来到金秀，厉害了，一起来欢迎圆明教。我们要把原名的力量交到国际。耶！来来来来来，介绍一下。
介绍一下自己。我是 Larry。Larry。我是 Slaya。Slaya。好华丽的名字。我是秋秋。秋秋。我是八豪。八豪。好，我是圣恩。好，哎，不错。啊，你们是什么样的状态下，说我们觉得我们要用这样的一个姿态出现？对，我们都读台北市立大学，然后都是学长。学姐、学长、学妹、学长、学姐，他刚一开始讲学长，后来又讲学妹，再来又讲学姐，不好意思，我后来改了，对，学长姐啦，是啊，他们的眼神很飘哎，啊，学弟妹啦，学都有都有，都是一家亲啦。然后我们原本就只是想要一起去开一堂课而已，然后就发现哎，好像蛮契合的，然后就招了更多弟弟妹妹们这样。OK， 而且最近是因为参加一个舞蹈大赛，然后是用台大杯，台大杯，哎，那是街舞，自己编舞。他们有一个优点，是因为很多人我们都会，比如说都跳 K-pop 的音乐或者是欧美的歌曲，但他们这一团所选的音乐都是中文歌，然后都是用台湾的华语去把它做来演出。哇！看他们的精神都来了，节奏什么看的，对，超开心。因为其实想要跟大家分享，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原住民的朋友，他们的那个律动就很高，所以他们选的歌曲都会加入一些 talk 或者是 dance hall 的风格，会让大家更有情绪，是这种比较嗨的一种感觉。所以他们的这个音乐都是自己剪的，所以我觉得他们每一次的表演都很厉害。像这首歌就是今年的台大杯的第一名。